新恩浩荡，福泽名昌。亲爱的大台乡亲家，亲爱各位伯老乡亲，行到介绍观众朋友，直播机在个观众朋友们，大家梦就好。我是金门的主持人秦浩，我是小香。非常荣幸，甲大家从始终点，相约到合山大台乡张家村，相思间新老总工，记住老石像开光景点，乐祖师声堂，调节票调客，迎亲回个现场。多次我再次欢迎各位乡亲伯老来到来，甲直播机前个观众朋友们准时准点来，欣赏精彩个节目。那么欢迎大家咱个到来，我相信咱各位朋友已经很想忘了啊，最贵美个啊五百鞋。我今梦啊，我梦将邀请大家咱共同来欣赏，可爱是古南潮汕风情啊，乡村浓浓个啊潮客清腔文化。是啊，相信今个大家咱连一把子好，又一把眼好。那么今梦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我梦都是共同美丽的相遇，那都是也衷心的祝愿咱个全家春喜，下境平安，人民生活是更加富足，更加个幸福。祝全家春爱各位伯老乡亲，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如果继续我唱之后，请先来送本家己，好不？再谢，再谢。亲爱的朋友们，那么今晚啊，喜庆双乐，共庆咱幸福生活。那么首先落来，咱将分享个是调价十五关的选曲《相逢何必曾相识》，吟唱吴明鹏、蔡伟斌，将咱掌声欢迎伊拉。掌声有请。没人鼓掌。赵天。
再看我特别好耍。最先两位精彩演唱，今日啊，咱不但请来潮汕各地界调剧票友，同时还有咱本乡界刚才唱单格个吴明鹏先生，最先伊精彩个演唱。接落来，请大家欣赏到个是调剧金花嫩个双段，金花木样演唱，张仪台南潮汕有请，谢谢。各位乡亲父老，大家母亲
下电影小姐的音响，那么刚才有这个带来几首金花梦影啊，几只歌啊，是来自咱山头市调解票会的历史。那么今日开那时都是欢乐一个情，刚刚听到的所有啊观众朋友都是啊刚刚啊。很少个是咱个啊雕刻城墙，所以呢啊到这个时间呢，我相信兄弟朋友们甲我们非常期待着金门怎么个精彩响应，所以都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啊坐下来，共同静静来聆听着金门精彩刻木个为这个狂情的享受。落来有请出来是老苍秋兄爱黄老的为大家带来的是调解金家行庭妹的选曲《老古之都》。白心怀，请咱掌声欢迎伊人。
多时间啊嘛，点样特别定西嘅就真在下内界影响，哎，小兄啊，你发现那金木啊，每一个定太界啊，银王啊，都可以那是盛装之来，啊，那可以，可以的，那每一个杂物都是啊，经过了精心的策划。是。那我金木那是有花瓶红高机会跟钓到虾啊，给盛装都是有这个精彩的方向啊，那我直接给。张麦主席团队呢，可能是汇集了咱啊潮汕三市啊，非常票友之当，可能是属于精英帮界啊这群团体。那我相信金门界每一个张麦都是精心策划而来的。是啊，今日指定门会界策划这职责，幸困向先生接下来也即将为咱带来。调节换偶期的双灯，夫妻恩爱点如蜜，迎请幸困乡万欢。观众朋友们，台上掌声有请。掌声欢迎伊呐！直视顶台高阶桥，架开皮翅，架开头阿女娃夫妻当面谈谈先。明咯明咯，有诶大主哦，开当面啦。诶，黄氏架开好。黄氏把袖子放下相迎。啊，你，我是你妻，爹小辉。当真？是你恩娘，三十年娘子，立下婚事，哪嫁的？不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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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错不错，记得脱落的。哎呦，头毛没你硬啊，脚头脱不得去啊。
妹妹妹，该平康王刘可以当家的哦，再来再来嘛！哎，啊，松松松松，这个啊！
是孝亲作义，你我到这路边，我作这本事，也无明目到什么，我该当家的。唉，死去啦，也是可怜，别给我做你打。嘿喏，这些就对，这些就对嘞，难打龙井相逢。相车相伴，何况难安是崔丽英。爸，来见了。妈妈，你走来了，还是我来看，你来见了。卖啰嗦，快见了，请到客店。哎呦，你替我当家的喏，帮我改成那个。哎呀，这种啊，我给你贴贴哦啊！我来接了。你到底行好，行好再美。最前内精彩的演唱，接落来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赵杰成康登基的唱段《深情乍伊明显江》，演唱吴凯亮、朱亦之，台南招声有请。
你中途冷战术
剩下观众朋友们的热切掌声。那么，对咱主持的热切掌声已经证明了咱真的是好声好大配好客。落来有请大家咱继续欣赏的是潇湘秋好的选曲《白嫩香花》，到潇湘吟唱吴杰林、邓玉诺，让咱掌声欢迎咱。
所以先咯为政策个影响。虽然天气非常炎热，但是诶，观众朋友们个掌声非常热烈个。接落来，请大家欣赏到个是调剧《情梦三座湾》个选段《月情饮酒心碎醉》，影响小米。台南掌声有请。当作面咧，断断续续啊。
谢谢那个迎车啊。那么我刚才到后台时候呢，也谈了那个啊，直播机旁的观众朋友啊，啊发来了非常多的反馈信息啊。那么也感谢大家能对咱啊台上的荧光的这份支持啊，甲关爱。那么在下人们啊，直接明明无本个啊，关注着咱金门个啊盛事。那么在下大家能个很少甲关注这些。落来有请的是王艺恩，以前有大家带来的是调解无双所所的选曲，在桥之爱到南江，请咱掌声来欢迎伊。再来哈。
拜下。最先的为政策的影响。哇，姚香啊，啊，我感觉啊，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团购了庆典的票房，也为咱个影厂影院上着了最最热情、最最宝贵的掌声啊！可以感受到了，真的是咱金门个朋友是前来非常的佩慕。了，你家己在啥？今麦个行当是非常齐全啊，声啊、弹啊、跳啊，拢总有出好个曲目，去大家咱欣赏。哇，姚香这打哈啊！你对调格真的是非常内行，刚才出太有名行当，你可能是一一为大家打出了啊。那么金梦来到此个哈，你听到伊人啊，咱个栽培哈，为咱多来支啊舒心个曲目啊，你觉得呢？啊，金梦就讲几个有个舞台哈，来去了去了点时者啊，你觉得爱唔爱？不是爱啊，不是爱啊。那兄弟朋友啊，如果咱咱在舞台之上，咱内主题咱来向咱个啊，刚才吟唱个老师们、前辈们啊，共同来学习来为这个吟唱这首曲目，大家能打在些，好不？啊，观众们如果同意着来掌声来响起，我听到大家能同意个就做，掌声就做。哇！我睇来哈，兄弟几撮朋友啊，都是那个老朋友了啊。那么非常感谢大家能下对华梦对王华平红高机会跟调高下届正位届集体甲高爱这些。那以前我想金梦非常荣幸来到咱啊，这样嘅村来主题啊，遥想甲幸福都心情非常激动，所以呢，这种激动快乐之心呢，甲大家朋友，那么落来也把这种快乐心情挥作一首曲啊。那么落来为大家送出来是。是木桂英招亲个，乐话该是冬凉袄。香香要这打日主爱做啊，木桂英是咪？是啊，日主有中报哩。哇，有中报个木桂英配甲多谢，真个是啊，成双成对。那么落来将咱刚刚招上来很秀，好不？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啊，那么我们通过这首啊，老话开始动念后呢，也衷心的希望咱个兄弟同胞、广大直播期盼的所有观众朋友啊，能够度过这个舒心的美好的美梦。啊，那么好客继续落来将分享个是调价金花两个双凳，老用之工应唱蔡伟斌，朋友们掌声来欢迎。有请啊，谢谢。Hey, so
红教会邀请，随时可好？在下从一边来迎枪，我来有请出来是张元、吴凯良两位大家多来些，调节杭文王侯的选客，这地标，请咱掌声来欢迎两位有请。
最先咯，为政策嘅影响，接落来请朋友们分享嘅个是：调节的正臂嘅双凳，雷震通门臂影响唔明通。朋友们，上声来欢迎。好，坐下。坐下，唔明通嘅影响。前跑步，那么今次咱也来邀请个是老长久当所领路位的个多来个是四江闹会顶个选客，四四江烈何其冷，让咱掌声欢迎伊人。有好在帮他吗？冇啊。
所以相当于政策的影响。接下来，咱请出小米、蛮黄，两位为咱带来个是调节，是能听个爽动，足够再造艳艳听，掌声有请。Yeah.
从此老爷回郎在天，我总是心相通，也总梦着情深对错白呀。
在下小弟孟宏，其对经典的拍档为大家带来了就是经典好听的上路。我来有请出来是恒空兄兄爱皇，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车座灯的选曲金山二花，请咱接下来欢迎伊人。嗨，谢我同乡，为何落地如此凄凉？天官呀，
最下挪位个音墙，接落来咱请出邓向诺、朱叶子，挪位为大家带来个是调脚、很喜欢个双凳、宽腰，掌声请出挪位。
在下来，那么也感谢咱庆典吼，咱直播机旁的朋友哈，已经罗收获了咱金门啊精彩这么个声音。那落来有请出来是银行的，以前我们这个多来是罗通扫白的选客，七方口红满灵台，将咱请上来欢迎伊。
坐下政策的影响，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赵杰李鸟华太子的双簧，包公惠里侯应强吴杰林翁义恩，咱掌声来请出两位。何王生，从昔数来，断马登州，来呀来呀来来来，小呀呀呀来在下诺伊啊，真个是将咱个所有乡亲朋友、所有个观众朋友啊，听得如痴如醉。落来有请出是张仪、欧阳莲诺伊两名位大家带来是未定数个选曲《思维之举》《四夜感》，请咱掌声来欢迎伊呢。
就个红客客送团青，咱今日嘅亲爱各位白老乡亲，今天来收广州朋友，欢迎咱第八期朋友这位朋友啊。那么伴随着咱休闲嘅上路啊，今梦嘅调客啊，迎枪猛回也只跟聊不声聊啊。那么到咱今梦嘅猛回之当呢，咱也感受到咱调客啊，竟然带来嘅真心美啦。当心也到咱心恩浩荡，到咱心面嘅保佑之下啊，咱可以那是就嘅真是啊，黄天好水五谷丰登，咱子民安康吉祥。所以呢，之后咱也将简单来分享个是由金梦所引我为大家带来嘅大衣。来，先呢，掌声来欢迎因啦！掌声，谢谢。谢秋下乡乡人合家欢杂，人可食在搭石苍天做街大烟，下乡公点烟。那么今天来每回五一妈妈就让小小来上班，让台中妈的收入啊老师收改掉掉票，这些呢这些等下中国那个休息别闹哈，心情是